好，要迎接兔年了，现在悠游卡公司推出了兔年纪念版悠游卡，今天开卖这个悠游卡兔年生肖纪念版，很多民众啊可是两天前就来排队了。而台大双娇、资公民以及公公花，他们打扮成兔女郎，穿着小洋装的俏丽造型来登场，他们是来对外介绍一年一度的限量悠游卡生肖套卡，要祝福大家兔年能够扬眉吐气。而首卖会现场还开放35组吉祥号码生肖卡来供民众排队选购，例如168就是一路发咯，买到的民众都很开心。而且前35名购卡的民众，只要身上服饰或造型配件有兔子哦，您就可以来参加抽奖咯。